我们白沙有个娃叫林秀，跳舞好有天分。正好我老婆徐瑞他们新农村落成庆典，邀请了北京的舞蹈家张毅，我就带着林秀去找北京来的舞蹈家，想让他去看看林秀这娃的条件。 张老师，我是秦平镇陈家寨二年级的学生，我叫林秀，我想跟你说是跳舞。张舞蹈家，你好，我是秦平镇陈家寨资教点的老师，我叫耿直，这孩子学舞蹈走火入魔了，我今天来的就是想让你给判断一下，这孩子是不是乖料？农村孩子学艺术呢，就太奢侈了。等会儿，来，站好，张老师看一看。 转过来，给张老师转个圈圈，跳个圈圈。好，不动。这孩子可灵了，见啥子学啥子，学啥子像啥子。一听音乐就跳舞，很灵敏。他平常来，把胳膊张开。张开，嗨。好，转过来。来，老师问你，你会跳什么？跳那个，比昂斯的舞。比昂斯，那你现在给老师表演一段。不用紧张。 跟你现在给老师表演一段。坏了，太急了，电视没带。没音乐能跳吗？我平时都是跟着音乐的。你这孩子有点紧张了。那这样好了，老师给你唱哦，我给你伴奏，不要紧张啊。 想一下那个节奏咋个踩的？啊，大声的嘞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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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
小撒狗嘛，啊！我的死吧！这脚怎么了？平时练功练的。平时在哪练呢？嗯，山坡上或者是操场上。你们没有舞蹈教室啊？哎呀，哪里有舞蹈教室啊？支教点儿，大学校才有舞蹈教室噻。你是哪个学校的？ 天鹅湖是俄罗斯19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最伟大的作品，讲的是一个王子和一只天鹅的爱情，美好最终战胜了邪恶的故事。 为啥子叫天鹅湖呢？为啥子？因为这只天鹅白天是一只天鹅，到了晚上就变成了一个少女。这个王子呢？跳啥子跳啊？瓜娃子啊！回家！哎哎哎，你做啥子？我做啥子啊？我把娃娃送到学校上课，你叫他天鹅？啊啊！
我们在上课，天鹅湖是芭蕾舞。打着芭蕾舞学啊？你小不晓得你这是家庭暴力了？打着芭蕾啊？你是耍流氓？你不要乱说，一扰乱课堂秩序，我报警可以把你抓起来。报警！我报警！哎，这，回来。老师，看不看到？看不看到？看不看到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的，没事没事。好的，我来。嗯。回到座位上去。哦。阿耿。徐队，咋个嘛？快来！哎，你回去回到家我来做啥子嘛？你害得我担心你出啥子事情了。干啥？看看。度假村啥子好看的？什么度假村？这是我们白平新建的综合学校。小学。 这是小学，太奢侈了吧，太豪华了！校长，校长。 啥子嘛？啊！你都是清平镇陈家家支教点的耿直老师嘛？嘿嘿，老刘在装神弄鬼，又不晓得我是哪一个啊？把身份证拿出来。啥子？还身份证？我没得身份证。拿身份证喽。哦，那好嘛，好嘛。哎，耿老师，你娃儿硬是运气好哦。哦。 你们这晓得了，事情是个好事情，都是来得太突然了，我正在想咋个跟你们讲呢。哎呀，耿老师，你说的啥哟？你看，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人家中学生，人家中学生，人家中学生，可以休息，人家中学生，人家准备得，喂。 你是北京的张丽张舞蹈家吗？哎，我是清平镇陈家寨支教点的耿老师，我叫耿直。哎，是的，哦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哎，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哈，在这个取款通知单上写着盖舞蹈教室专款专用。 你的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舞蹈教室盖在我们支教点哦？啊，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哈，我跟你讲一下，我呢马上要工作调动，我要到这个新农村小学我去当校长了，所以呢这个事情我没得时间。嗯嗯，是的，是的。 谢谢你啊，张老师，谢谢你捐款哦，谢谢你还想着娃们，谢谢。哎，再见。嗯，我可那么回来了，来来来，来试试衣服。咋子？过来试一下，好不合身。这是我的啊。哎呀，啊，不错。你要走的事儿跟孩子们说了吗？哦，他们搞定。啊，没事，不急，反正还有时间。<笑>嗯，不错。就职仪式就穿这个。哎，老婆。嗯。 有件事我想汇报一下。什么事情？哎，那个叫张丽的张舞蹈家，你还记不记得？记得，怎么了？今天呢，我汇了10万块钱，让我帮他在陈家寨盖一个舞蹈教室。你答应了？答应了。
么说嘛。我是要想的哦，我帮他盖好五栋教室，然后我就去走马上任当我们校长。你看行不行嘞？不行。那电话里我都答应他了，一诺千金噻。你跟我说一诺千金，现在十几年过去了，你还在支教点教书，你的承诺呢？人家是热心捐助，我们帮人家建舞蹈教室也是为娃儿嘛。你建你的舞蹈教室，好吧？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五。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。你咋个进来了？你好。你找哪个？我也是老师，我是清平镇程家寨支教点的老师，我叫耿直。我可以看一下吗？身份证带没带？有。你等一会儿呀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哈，不要跑远了，注意安全哟。秩序，秩序。老师，等一会儿。哎。哎。哎，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这里面是不能穿这种孩子进来的。对不起啊。这里面弄得干净。对不起啊。打赤脚片。通风。问一下，这个舞蹈教室全部设备加起来花好多钱？我晓不得。老板，要不要钳工？不按人工做，啥子都可以干。要个主干的，贵哈贵，50块钱，搞不搞吧？搞不搞？干！哎哎哎，你是钳工啊？啊，舞蹈教室会干吧？啥子舞蹈教室？就是跳舞的舞蹈教室。你是要盖舞蹈教室吗？是你会盖舞蹈教室？不是我会盖舞蹈教室，我要请他帮我盖舞蹈教室，我出钱。你出好多钱啊？我问了一下啊。一个50平米的舞蹈教室要好多钱？杂七杂八加到一起要5万5。瓜娃子，你看他强，拿得出9万块钱的人吗？他拿得出9万块钱，老子赔一本儿的给他教室盖起。这是你说的啊？你等一下。是嘛？这啥子？这是5万。这又是5万。有，要得要得。你这个是汇款，不是现金。我汇款，我去取就去取现金了嘛。取嘛，你取出来我就给你盖。哎，你刚才说的赔本也给我帮我盖。是哎。哦，你这个取不了钱。啥？你那个取不到钱。哎，为啥子取不到？哎，你那个单子是寄给那个小学的，你只拿了你那个身份证，哎，没有盖学校的公章。一定要盖学校的章啊！哎，一定要盖。
谢谢啊。这是好事情嘛，立功了。我立啥子功啊？哎，哎，黄文章，啥子？那么，单子，尾款单。那个要回去？没给我嘛？那拿过来嘛。那么，你看啊，根是手写的我的名字。这个样子，你安心去当校长，这个事情交给我。你给我办啊！我问你，你们支教点有好多娃娃？19个。我中心小学有好多娃娃呀？400多个娃。对了嘛，舞蹈教室当然盖在中心小学合适噻。那恐怕不得行。可是我在电话中已经答应那个张舞蹈家了。我要到这个新农村学校当校长去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事情我没得时间。这些那些不说了，先把这个文件看一下。县教育局为了提高全县的教育质量，准备把一些偏远的啊教学环境条件差的支教点撤挂了，全部合并到中心小学来。我们的支教点不能撤。那么你那个支教点又不能撤啊？我们支教点离中心小学最远，娃们要到中心小学读书，不但要走山路、走公路，还要走水路。年龄小的娃根本就跑不起噻。是的，这个不光是你们支教点，好多支教点都有这个问题，这是我们这个地区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。那咋个解决嘛？这个样子，你把有生活自理能力3年级以上的娃娃合并到中心小学，3年级以下的留在支教点。要得嘛？那舞蹈教室呢？你那个还留在那个事情不放啊？你要紧着留那个事情，我都把你的支教点全部撤了。你到底要哪个嘛？要舞蹈教室还是要支教点呢？放心，我一定办好。哎，耿老师回来了啊！你要做啥子？我等你嘛。我恭喜啥子？恭喜你啥？你要当校长了？哎呀，我在那儿等你，耿老师你放心，你就安心走，我一定会对娃娃他们好的。就是你经常回来看看我们，我怕想你哦。你说啥子嘛？哎呀，你就安心去嘛。我还是在老师，我还没得走，对不对？不走。不要乱说了哈。耿老师。哎，有啥子嘛？哎，那10万块钱去到没得？我们啥子时候盖教室啊？去不了。去不了？哪个去不了啊？那你说这个舞蹈教室是盖在中心小学合适的，还是盖支教点合适？盖在我们那儿噻，那个钱是捐给我们的嘛。钱是给我们的，盖在我们这儿。我也是这样说的，不管用。丫头子，他在上面画的些啥子？哎，小姨，穷不读书，穷根难断。哎呀，跟你说你也晓不得。人没得文化，咋个改变我们乡村的贫穷面貌呢？娃儿不识字，都能在打伤口口的待起了。我一个人再努力也是有限的。中心小学不一样，中心小学好多好的老师，有好的教学设备，娃儿们在那儿读书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。所以说呢，千万不能让一个娃辍学，这就是我要讲的中心的意思。哎，耿老师，听说你都要去中心小学当校长去了的嘛？你到中心小学去当校长，那个娃娃哪个来接送啊？就是我们那个支教点儿也出了那么多大学生，为啥子非要走那个中心小学去嘛？我觉得你还是莫走，就在那儿教那些娃娃，他们多喜欢你的。耿老师，是不是你不走好哦？中心小学，中心小学是好远咯，一走就是几个小时，把娃娃累坏了，啷没来读书啊？你说的走几个小时，那是山路、公路，现在我们可以走水路噻，水路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不安全，爷爷奶奶不放心。还有那么多娃娃都要去耍水，你一个人管不过来。我们在想办法，在做救生衣，安全措施我们会做到的。我走嘛，尽都喜欢的那些家长、那些学生，
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给娃儿们有个交代的，我不会不管的。我呢，你也晓得，马上就要到这个新农村学校当校长去了，啊！现在这个事情呢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张国家这笔捐款了，说的明明白白的，是要在我们紫霄店盖这个舞蹈教室。你现在呢，硬要把这个盖在中心小学，那就是骗人。这件事一旦让教育局的领导晓得了，他们会觉得你在骗他们。你想想看啊，哇！你不得了了，哦，10万块钱你都拿出来哦，自己就把这个舞蹈教室盖了，好嘛，这说明你财大气粗嘛。我们以后又再有这个捐款，就再有这个款项，就不再拨给你们学校了。轻的让去检查、批评、自我检讨，重的很有可能把一个校长给撤了。我思来想去哦，我们俩干脆把这笔钱退还给张国家。我们俩这舞蹈教室都不盖了，你看咋个样子呢？耿校长，你霸道，你现在就给张舞蹈家打电话，又说这家店拆了，全部合并到我中心小学，问他舞蹈教室同不同意盖在中心小学。如果他不同意，我原封不动把10万就全部退给他。咋个又合并到中心小学嘞？你不是答应好好的吗？3年级以下的娃儿不动噻，我家长会开完了。王校长，我们做人为人师表，言而有信噻。你看你这里写的“爱国敬业，诚信友善”，诚信要不要讲的嘛？要讲啊，哪个不讲啊？你原来还同意把舞蹈教室建在中心小学，现在你又说要拆了不干了，你又是哪个回事啊？那是张舞蹈家说的，张舞蹈家在电话里说的。张舞蹈家电话说的，好久通的电话？昨天噻。是他给你打电话，还是你给他打电话？那个钱不是我的噻，我决定不了舞蹈教室盖在哪儿，我跟他商量一下嘛。我打电话问他，反复强调这个舞蹈教室一定要盖在紫霄店。耿直啊耿直，你点儿都不耿直。应该恁个说，张舞蹈家，我的紫霄店要拆了，就要合并掉中心小学，那个舞蹈教室可不可以建在中心小学？好嘛好嘛。这样办，啷个办？我们现在打电话，打，我现在就打嘛，马上打。但是你要考虑清楚，这个舞蹈教室不管张舞蹈家建不建在中心小学，反正你的支教点我保不住了。耿老师啊，捐资了10万块钱，我们办舞蹈教室的，听说你捐到中心小学去了，听说你去当校长去了，我要今天来恭喜你。你在那干啥子？
不要哭了，再哭再哭跟老师真就走了。我们今天上课，让我想一会儿。好，我们今天让我想一下。你娃情况咋个样嘛？哦，那个已经抢救过来了，但是还要留观察几天，生命危险没得，但是有可能要出现一些并发症。那并发症有好多可能呢？这个只是有可能出现，所以说我们喊他留院观察。好。小雨嘛，小雨已经没得危险了，他开心都醒了的，不要很担心。脱离危险了？脱离危险了？哪跟你说的脱离危险了？医生说的。医生说的，我刚才从医生那儿过来，他说的那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并发症，哪个来负责？他不是说可能吗？可能？那万一发生了哇？你来负责啊？我晚上说啊，我让你看一会儿了，来晚上说，晚上说。你啥子来嘛？啊？哎，小二说。啷么做？啷么说？我负责。你负责？你现在是当了校长了哈？你啥子责都负得起啊？你哪子负责啊？你负得起那个责吗？怪不得家长回来天，你非要喊我们家小玉去上那个啥子中心小学，口口声说你为了娃儿哈。我看呐，你怕是为你个人了。那十万块钱在哪儿去了？你来哪儿去了？是不是你给我包包去了？你是不是还去给我买瓜儿去了？啊？我现在是不是还要改下口啊？是不是喊你跟老师，还是跟校长？这个书，我们是不是要读掉了？我也不可能让他为了读那个书，把命都给丢了。哎，跟老师，刚才学生家长生气说那些话，我全部听到了。哎呀，只要没有出人命，就谢天谢地了。你受委屈了啊。这个样子，原来我们约定三年级以下的留在支教点，现在我决定三年级以上的也全部留在支教点不动了，好不好？不过你要考虑好，你要去当校长了哦，啊，你去当校长，支教点没得人教哦，哪个来教啊？是不是？小妹，请问你们纵向集团教育投资部在什么地方？你好，这边请。在那边哈，谢谢哈。
理东西呢？怕你没有时间理，都给你理完了。贤惠不？嗯。哦，为啥理我东西嘛？庆祝你走马上任。干了啊！怎么了？你快干呀！看你做那么多菜，也不叫笑一笑，干嘛呢？在来吃饭啊，多吃点菜。西红柿炒鸡蛋。老公，我跟你说啊，明天你第一天走马上任，我都听他们说了，给你安排了个特别隆重的仪式，拉了横幅，上面还写着“欢迎耿直同志到我校就职”。明天呀，所有的教职员工、学生，还有领导都要来。你说话我是一点都不担心，那是个大学校，这上上下下这人际关系。小雨落水了。啊？要紧不要紧啊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但是可能有后遗症。他是在去这个中心小学路上落水的。王警察说，只要点儿不测了，三级以上的外科的话，但是没得老师。老耿，耿老师，哎呀，那么睡着了，让闷闷不乐的，看看这个，看嘛，县中学舞蹈教室拿过来说，我们这个比县中学那个舞蹈教室好。这么快就盖好了？我已经给张丽老师寄了一份去了，就按你拿的那个地址。我还有个会，我走了啊。哎哎哎，你这是盖的中心小学啊？哎呀，你乖，我跟你讲，舞蹈教室的事情你不要担心了。敲个门，舞蹈教室的。舞蹈教室盖哪儿的嘛？你盖到天上去了。我一开始我说要把款退回去，你说你要盖舞蹈教室，舞蹈教室的。照片是舞蹈教室的，你根本就没得盖。你从头到尾就在骗我。好嘛，舞蹈教室我们不盖了。那钱呢？那十万块钱哪儿了嘛？我有其他的安排了。你有其他的安排到啥地方？我哪么安排向你汇报啊？我是受困人，我当然全晓得钱去哪儿了嘛。我问你。是舞蹈教室重要，还是娃娃们读书重要？不骗人最重要。不骗人，哪个在骗？你动不动就骗人，骗人。喂。喂，葛老师。哪个？我张丽。张丽，张舞蹈家。张老师你好，我是耿直。你们
照片我看到了。哦，照片里都收到了啊。对，收到了。他们现在是不是都在舞蹈教室上课了？学舞蹈没得学，根本没得舞蹈。银行放款的时间非常短，三天内就可以放款。三天就放款了？对。那需要啥子资料呢？手续简单的很，只需要你的房产证。你在家噻？王钦才把盖舞蹈教室的钱给挪用了。我晓得他这么做是为娃娃，我也晓得他的难处。但是答应别个的事情，不管怎么说，不能骗人家吧？那你偷房产证干嘛？卖房子啊？我们先把房产给抵押了，把这笔钱还给张辅导家。等拨款一下来。再把我们的房产赎回来。你是谁都不骗，你就骗我。你再信我一次，等把钱还了，我就回去当校长，好不好嘛？最后一次。我困了，我先睡了。
你那个又来了嘛？我还是怕了你了不？啊，刘道飞，哎，我不是跟你讲了拨款一下了，马上就我不是来要盖舞蹈教室的钱的。那是啥子吧？我是来想让你给我打个欠条。打欠条？我都想好了，这笔钱我先还上，退给张舞蹈家，拨款下来，你再还给我噻。你就不会倒个弯弯？我说叫一根筋，我给你打欠条，那不成了我私人向你借款了啊？那确实是你挪动的那笔钱。我晓得你也是为娃儿们好，我呢既不想让娃儿们失学，也不想对不起这张舞蹈家。我想了半天，没得别的办法，就这个是万全之策，两全其美嘛。你就打一个嘛，打一个欠条，你欠我十万块钱啊，你欠耿子十万块钱，来嘛。我们立人之本是要言而有信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任何事情一个轻重缓急之分嘛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到纵向教育集团去催了几次款了，看啥子嘛看？张丽，哎，你接电话，我咋子嘛？你接噻。喂。张老师。哎嘿，张舞蹈家，我晓得，我晓得，是我。什么？你在县汽车站哦？不知道你们支教点怎么走？你来我们支教点做啥子嘞？麻烦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？来来，哎呀，你看仔细点。哎，在哪儿？那带妹的那个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走走。哎，宝妈，我跟你讲，你就跟他说舞蹈老师有了，啊，让他住一晚黑就回去。我咋能一晚上就回去嘛？人家是要来支教点看舞蹈教室的。你把他接到中心小学。他都看不到支教点的舞蹈教室了噻，那他要硬是要去看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人家是北京的大舞蹈家，养成出有惯了，只要跟他说，进山的路他方了，啊，他就不会去了哇。哄他一下子吧，是不是？进山的车塌方了，啥子车塌方了？路塌方了。路塌方了。哎呀，你是哪门子搞起的嘛？张舞蹈家，张老师，张老师，是耿老师吗？哎，是我是我，你好你好，你好你好，耿老师，让你久等了哈。张老师一路上辛苦了，辛苦。哎，张老师，你的眼睛就是看不见了。那不是搞的？上次还好的嘛，这个突然就不说这事儿了。张老师坐了一天车，也累了，也饿了。我们找一个餐馆，找个餐馆边吃边说，好不好？好。来来来，先吃我的东西，你给他。我来，我来。李总，李总，李总，我来，我来。好，交给他吧，交给他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这个张老师，首先我敬你一杯，感谢你对我们学校一如既往的支持，啊，我可以这么说，没有你啊。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支教点。对了，葛老师，你上次在电话里说舞蹈教室是有了，但是没有舞蹈老师，所以我今天过来。这个葛老师，你那么睁起眼睛说瞎话呀？我上周不是给你分配了个舞蹈教室吗？啊，这不是没来吗？哎，这个葛老师，你们现在真的有舞蹈老师了？王校长说，张老师。这个有了，耿老师说的没有舞蹈老师，那是过去的事情，现在有了，哎，有了。那你们这还有别的学校吧？有啊。别的学校他们需要舞蹈老师吗？是这个样子，张老师，别的学校据我了解的情况，差不多都安排了。哎，再说了，这个我们山区这几个 BET 娃娃，怎么敢麻烦您这么大的舞蹈家来教他们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还有呢，就是，哎，你不要多心哈。就是你这个眼睛呐，
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。你冒啥子嘛冒？我冒啥子？我脸热，我坐不下去。王钦差了，王钦差，我认不得你了。今天才发现你好表演天分哦，你该去当演员，当校长，委屈了。你惹我嘛？今天我叫月亮妹儿耍弯刀，我明砍。你要咋子？我做啥子？我有个条件，你要答应我，我就跟你继续隐瞒下去；你要不答应，我现在就去告诉张国道家一切真相。可以吗？你说的。可以啊。我和盘托出了。对的。那么不客了啊，你霸道。你晓得张国道家眼睛看不到了，你断定我不忍心再伤害他，好吗？我耿直今天就再耿直一回。你要咋子？我做啥子？你要是把张国道家留下当舞蹈老师，万事皆休，你要不答应，我现在就去教育局，我去申诉，我去告你。我听到，申诉，申诉，申诉，你动不动就申诉，你要申诉，也要先向我反映，我再向教委反映，这是起码的组织程序，这个你都不懂了。我都不晓得，我给你反映没得？你说啥子？你不管嘛？我咋个管嘛？你说，你说我咋个管？我们没有舞蹈教室吧？舞蹈教室没修好嘛？我咋个请他来当舞蹈教师？这样。我向你保证，只要舞蹈教室修好，我肯定请张舞蹈家来当老师，好不好？我的舞蹈教室在哪儿？大殿子。我舞蹈教室，还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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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哎。张老师，张老师，张老师，我是耿老师，我是耿子。是耿老师吗？是我。张老师。耿老师，我正好找你有事儿。你说。我想走之前去看一下孩子们，来都来了，想跟他们道个别。哎呀，那不行。我是说，山里的路都塌荒了，太危险了。那你们怎么过来的？你们能来，我就能过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的眼睛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也担待不起哦。这样吧，我把孩子们领来，来看你。不行，孩子们不能来，孩子们来太危险了，还是我过去吧。如果你要觉得不方便，我给你们教育局打电话，
我让他们带我去。句写的特别好，就是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哎，那到底是谁裁出的哦？来，你来。是二月春风裁出来的。对了，坐下。那二月春风为啥子似剪刀呢？有哪个晓得？来，你来。二月春风它指的是那个。王校长，我给娃娃说几句话。好。哎，大家听王校长说话。同学们好啊，今天我给大家宣布个事情。北京的舞蹈家张丽老师大家知道吗？晓得。张丽老师还想帮我们建个舞蹈教室嘞。是的，张丽老师从北京来我们支教点来看大家来了。真的呀？高不高兴呢？高兴。但是有个坏消息，就是我们张老师眼睛害病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他那么希望我们有舞蹈教室，可是现在我们没有舞蹈教室。但是这是暂时的，今后肯定会有。张老师来看到起，如果他晓得没有，会不会伤心呢？我们该怎么样子让张老师不失望？张老师，有一条狗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张老师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谢谢。来，我来扶你一下。好，可以了。我让我自己慢慢来。你自己来啊。哎。那小心点。台阶。孩子们都来了，来，过来。来来来来来。过来。哎呦，张老师，老想我，老想你。好好好，老师也想你们了。老师来了，你们告诉我。上我的课，舞蹈老师是。校长说话，他的爸爸校长都跟我说的呀。不能说话。你们现在是新的舞蹈教室了，对吗？对。也有老师教你们了，是吧？是。那现在你们能不能给老师表演一段呀？怎么呢？不愿意吗？张老师不是的，我们不愿意。如果你眼睛都看不到了，我们还咋个跳给你看嘞？哦，老师眼睛是看不见了，但是老师能听得到呀，也能感受得到。所以你们现在表演一段，给老师看一看，听一听，好吗？好，这个样子，同学们，我们给老师表演一段舞蹈。好，来，加上。这个舞蹈老师没有来，这样我就代替舞蹈老师给大家喊口令啊，听我的口令，认真一点，哈，预备，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五、二、三、四，六、二、三、四，七、二、三、四。八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四二四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孩子们，你们先回到你们自己的教室。老师啊，有话和你们王校长说，好吗？好。哦，哎，这个我还没回教室，回教室。这个张老师，娃娃们跳的还不是很熟练。王校长。哎。这就是你们舞蹈老师教的舞蹈吗？是的。这根本不是什么舞蹈，我当过老师，我知道。这七彩阳光是一套广播体操。舞蹈师。你们根本没有舞蹈教室，也没有舞蹈老师，对吗？不是，这个舞蹈教室还是有，哎，这个舞蹈老师也有的。那好，那你现在就带我去看舞蹈教室。舞蹈教室可是有把杆和镜子的。有的有的，这个样子，我安排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休息。好。
哎呀，你走哪儿去嘛？你鬼念起来了！在关键时刻你不能撇下我们自己的走哦。他不是要看舞蹈教室吗？看啊，我不走能有舞蹈教室吗？你走就能走出个舞蹈教室给张老师看了。我们找个有木地板的地方就行了。你找一个木地板，好，那八杆的、镜子的，你作为我的上级领导，这些个事你不解决，看到没得？我们两个要唱出好戏啊！太久，哎，踩到地板了，这就是我们新修的地板。这个地板呢，它是这个山里边的木头砍的，哎，木树枝锯了，锯成一块一块的，比城里边的宽一些，哎，没得这个你们城里面那么光滑，但是很结实。你踩，对不对？这边就是镜子，跳舞需要的镜子，哎。这边就是竹竿，那叫八杆儿。哦，八杆儿，专业术语八杆儿。哎，张老师啊，我们这个地板呐、啊，它完全是松木的芳香，白木的这个醇香，你完全沉浸在大自然里边，对身心健康也有很大的好处。你看。情不自禁地跳起来了。好，这是你的10万块钱。哎，跟这里搞什么嘛？这个钱要还也不该你还噻！快点把钱拿起走，我会给张老师一个交代。事情是由我而起的，当然是由我来还了。哪不是你呀？咋个不是我呢？是我出的主意。你别吵了，都走吧，我想安静一会儿。老根，先出去嘛，我留在这儿就行。好，你们先走吧啊。我找找外面咋样啊？哎，你要去哪儿嘛？事情都闹到这个地步了，我只有到县教育局坦白情况噻，看他们怎么处理。哎，张老师的交给你了，一定要照顾好。啊，好嘛，一起去嘛。你还想不想要你那个支教点？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。其实我这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为了你自己？我不是你们所说的北京的大舞蹈家，我只是一个县剧团的舞蹈演员。我和耿老师一样，也做过支教点的老师。当年师专毕业的我，被分配到支教点当老师。
那个支教点离县里特别远，出来一趟都非常的不容易。我在那里干了3年，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我觉得那儿限制了我的发展，限制了我的舞蹈梦想，所以我就离开了。我觉得特对不起孩子。我们这个县剧团靠走南闯北走穴赚钱演出。刚进团的时候年轻，只能跳群舞，后来舞台经验多了，年龄也大些，就担当些领舞和独舞，他们也就叫我舞蹈家。有一次我回到当年的村里演出，发现因为我的离去，孩子们都失学了。我觉得特对不起他，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，可是支教点都不在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可是你为什么要进舞蹈教室啊？半年前我患了青光眼，大夫说青光眼是治不好的，最终是会失明的。我想花那么多钱治治不好的眼睛，还不如用我这些钱给孩子们建一所舞蹈教室。对一个舞蹈演员来说，眼睛看不见了，他的艺术生涯也就结束了。舞蹈是我一辈子的梦想，跳不了舞了，生命对我的意义也就不大了。可是耿老师的一个电话让我觉得我还有用。我眼睛看不见了，但我可以做示范，孩子们可以看见我，我的梦想可以在孩子们身上延续。局长，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出的主意，是我叫耿老师这么干的，跟耿老师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检讨，我愿意接受组织上任何处分。局长，无论上级咋子处理，我都没得意见，我都接受。但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请求。你说吧。我想对张舞蹈家再撒一次谎。你在说啥子？准备了。好好好。先是这样的，呀，再要不就我们行动起来了，打起来。徐老师，谁来了？张老师，我是林秀，我来看你了。哦，是林秀啊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是刘老师带我来的。张老师，林秀她听说你摔伤住院了，都一定要过来看一下你。她说是因为她你才摔伤的。谁说的呀？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。不是的，要不是我和同学们要骗你有个舞蹈教室，你就不得摔伤。老师是自己头晕才摔的，现在没什么事儿了，好多了。不信，你问问徐老师。啊，是是是。哎，说。村长来了，张老师，我们村长来看你了。张老师你好，我听乡亲们说啊，你为我们娃娃们的事情你受了伤，我代表乡亲们今天来看你哦。谢谢您替我谢谢乡亲们的好意。张老师啊，我刚才去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啊，你的病情还没全好，还需要休养，准备来接你到我们村上去休养病。不不不，我来就是为了看看孩子们，现在都看到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
张老师，你跟着我们回去嘛，我和同学们都好喜欢你哦，只要你回去了，肯定我和同学们都非常非常高兴。是啊，张武当家，你还没有康复呢，再说你眼睛，我们大家都会担心的嘛。张老师，下个月省城附小要到我们学校来招生了，是要选几个舞蹈苗子，我呀就想把林秀给报上去，但是我那个水平我都怕把他给耽搁了。你跟我们回去嘛，你身体好点了还可以辅导一下他。张舞蹈家，你看啊，你说的虽然你自己眼睛看不见，但是你还可以做示范，孩子们还能看见，是不是？嗯，就是嘛，张老师，你还是跟着我们回去嘛，走嘛。张老师，你的出院手续我都给你全盘好了哦，我们的乡亲和娃娃们正在盼着你哦，张老师，走嘛。走嘛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张老师，咱说句话要台阶。哎，秀，穿点，老师。哎，好，哎。台阶。好的，好。扶着老师啊。来，小心，小心车门，小心，小心，慢点啊！嗯，好嘞，你慢慢开啊。老耿，张舞蹈家说让我把钱还给你啊，这次教育局也知道了，他们会拨款的，就不用咱家的钱了。拨款。我那小的要等好久哦，这个钱还是要还。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，你能不能请几天假帮我照顾一下张老师？啊。老婆。嗯。还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一下。你说。我说出来你没得生气哦。说呀。我还是要借钱。我在哎，赶紧看啥子？到了。你，哎，听我说嘛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上日记课。之前跟大家说日记要写的话，都写了没得？写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请大家读一下自己写的日记。有哪个同学愿意先来读一下呀？我们先请李桂兰同学，好不好？星期三，晴。今天早上才6:30，我喊老头子去担水，他就对我说他脚痛。我说，每次我叫你担水的时候，你脚就会痛。老头子说。我好久又装病了，我说你装没装，你自己晓得。老头子又说，我心里清楚不清楚，你不晓得吗？我说我不晓得，还有哪个晓得哟？好，请坐。大家说李桂兰同学读得好不好？好。小刘啊，嗯，怎么会有老人在支教点上课呀？哦，那是李婆婆。你婆婆的儿子死了以后啊，她想不开要自杀，被耿老师给救下来了。哦，那这跟她在支教点上课好像没什么关系啊。耿子老师怕她再想不开，就让她到支教点来，每天给她读一封她儿子写的信或者日记。那读完了呢？多得很，全部都是耿老师假装她儿子的名义写给她的。但是现在李婆婆已经不满足听耿子老师念了，她呀想要自己读她儿子的信，所以呀都到我们那儿来上课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哎，八个儿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。手的感觉，手指尖在延伸，不对，在延伸。注意，注意手。怎么？
妈妈以前是我们县剧团的舞蹈演员，她妈妈因为演出中途出了车祸，就没了。再改，好吧？哎，好长啊，小子，这是一个他们自己的广告歌，我是不好意思，算是瞒着啊。耿老师啊，就经常跟我们说，我们那号人存在的意义啊，就是为了今后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。两款，手子好宽，这边到这边。呀，你怎么弄得跟乞丐一样脏兮兮的？我到山上采点草药，这是偏方，专治这。好的，你放心就好。手的感觉，手指尖在延伸，不对，在延伸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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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。我真的好，真的是不错。那也就名正言顺了。要倒数来着。请坐。今天我在黑板上写的什么呢？植物妈妈有办法。植物妈妈有办法，有啥子办法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那个蒲公英的妈妈，我的娃娃长大了。他要去远行，我要送一送他们。他要为了救小朋友们，他用那个安全帽，橘红色那种，上面钉好多小气球，小气球还飞起来，五颜六色的。啊，他戴到自己头上了。哦，我说孩子们这么开心呢。你好，班长。啊，谁呀？张老师。哎，我，王庆才。王校长你好。哎，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教育局的局长，还有那些领导啊，全部过来看你来了。啊，来吹风了，吹风了！你往上，往上打，往上打。张老师，这是我们的教育局局长。你好，你好，张老师。你好，你好，非常感谢你，张老师。这怎么还把您给惊动了？这事儿不怪耿老师和王校长。是我不了解情况，光想着啊用这钱给孩子们建舞蹈教室，现在我同意用这钱给孩子们建宿舍。张老师啊，关于耿老师的事情呢，王校长已经跟我说了，他也是为了孩子们，我们就不追究他了。今天我来呢，主要是有三件事。你呢，你捐给我们建舞蹈教室的10万块钱呢，我们决定还给你，因为教育孩子办学校的事儿，应该由我们政府来想办法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们决定了正式聘请你为清平镇陈家寨支教点的舞蹈老师。现在我就给你颁发聘书。张老师，请接聘书。另外，我告诉你，你盼望已久的舞蹈教室。在耿直老师和乡亲们的努力下，已经建成了。啊，那我要去看看。好，往这边，张老师往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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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走，这边走，哎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哎。Thank you.
骗了你，这是我做人的原则。我脸热，我做不下去。你来负责啊？你负责洗头间吗？不骗人最重要。今天十几年过去了，你还在支教点教书？一落千丈噻。我去干活的。妈，你好，你保重好身体，你的儿子。当了我就不去当了，娃儿们舍不得我，我也舍不得他们。嗯，真的哦，来一下，算下算下算下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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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植物妈妈的孩子们慢慢会长大，你们也会慢慢长大。告别妈妈，告别老师，去到外面的世界，去实现自己的理想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，你们将来想做啥子呀？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，我的梦想是考上牛津，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拍电影的大明星，我想去当一个非常好的舞蹈演员，我想当画家，因为画家可以把好事情变得更好，把坏事情变得更加的好。哎，李叔。我想当一名厨师。为啥要当厨师呢？因为可以做一些家乡菜给外地人吃。长大以后当一名老师，让那些读不到书的娃儿学到知识。那你们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时候，一定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障碍。你们怕不怕呀？不怕。那你们会用啥子东西来战胜这些困难和障碍呢？像我一样要吹风。轻轻地我走了，轻轻地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，正如我轻轻地来，轻轻地。老师，请用普通话上课。哦，我忘了忘了。普通话老师，好嘛好嘛，轻轻地我走了，轻轻地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。A B G 一场十一十一次。我看你，你看我不顺眼是不是？你看我不顺眼，说嘛说嘛。我看你，你不，我靠！再来，来再来再来。你这耍流氓！你不要乱说，你捣乱，我报警把你抓起来。报警！你报警！你报！你带黄到我们这最合适啊！最合适啊！你都要去当小学的校长去啊！你还担心也是错了。耍水那些哦。对啊，啊，走水路噻，那放学不到了嘛。走水路，爷爷奶奶不放心，而且是不安全。那么多娃娃看到水就要去耍水。我的未来，你说我要坚强，相信爱的力量。
绝不能让我妈妈担心噻！再怎么考我，我要拿个菜单，我怎么了？我只是不清凉皮，要不然请老爷家，通通吃饭都没效果。老爷子，你究竟是眼睛看不到吗？还是什么？不上厕所都走错，走到个女厕所，又突然一个女的站起来，啊，这种老流氓，我下去就跑了。所以说，要让娃娃上学。不能带着我们这个闹，我们一定要表扬他们的文化。老子在往上山更辽阔的地方去飞翔，可我期盼的舞台却好像。